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第149页，149页，第二行，我们还是看念老的原文啊，景摄此经。一华严总法，即弥陀苏察利总开圣门，即为一教其因缘，二本经提醒，三易经宗趣，四方便利用，五所披根器，六藏教所示，七部类差别，八摄以会教摄，九总摄明体，最后一条是正式经文玄义是前面的九种。前九门呢，总论全经纲宗部类纲是纲领，宗是宗旨这个与天台宗的五重玄义大同小异。经详略取舍少别总之借将一经纲要，纵论于前，发挥明白，使读者先摄总体，后研经文，纲举末章易于领会。此一类似近代书籍中以概论为首所以今则名为概要最后一门方一经章一经章次不设经文。前面呢，这是个交代解释经，关于介绍全经的纲宗方法有很多种，在中国这1000多年来最常用的就是华严跟法华这两家而特别呢是法华，用法华叫简单，它是五重玄义只分为五个条目，那华严用10个就多了一般人呢喜欢简单，多用天台的除了华严宗之外很少用什么开启那么念老为什么要依什么呢？这个里头的用意跟莲池大师一样。莲池大师出现在明朝末年，那个时候中国佛门里面禅宗非常兴盛，净土衰了，没有人提倡，没有人弘扬，大家也把净土看低了认为这是老太婆教莲池大师不得已用华严
来注解《阿弥陀经》，把《阿弥陀经》的地位提升到华严，这华严最高的了，这个用心良苦，这样把净土宗带起来了，通通用华严来解释《阿弥陀经》。离思无碍，事事无碍。那么念老也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他以华严，以偶业大师啊，不是莲池大师《弥陀经》苏超的例子。苏超用的什么开启？这是第一大经啊，无量寿经当然要以什么开启为妥当啊，不能用天台的五重玄义啊，是莲池大师在先把这个架势已经摆出来了啊，所以这是很有道理的。尤其彭绍深居士说，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啊，无量寿经是小本华严，意思就是说这三部经内容是相同，只是说的有简略不一样啊。弥陀经是略说，华严经是细说啊，那无量寿经的分量恰好，不很多，但是也不少啊。这个说法我们都能够赞同啊，也都能够接受。所以这五个名目开出来了啊，后面呢做一个解释啊，前九门总论全经纲宗部类与天台宗的五重玄义大同小异。那么天台是五门，第一个它是解释经体啊，这两个不同的方法。圣门开启华严宗是把经体摆在最后，而天台宗把经体摆在最前面啊，第一天就把经体讲给你听。这是不一样的啊！天台宗第二是显体啊，显体体是本体，也就是说理论依据啊，佛讲这个经是根据什么来讲的？那么在此地呢，就是本经的体性的显体。第三个明宗，宗是修行的方法啊，修行最高指导原则啊。那么在华严呢，是一经宗趣啊。明宗之后啊，是论用啊，这里也有方便利用。最后叫判教啊，判教在此地有所披根器藏教所示啊，部类差别
这些都在判教里头。所以是啊，这个开货不一样，华严说的详细，天台说的简单，啊，都是非常之好啊。中国人喜欢简单，所以讲经的这些法师多半采取无从学义啊。现在呢，用这种方法讲经的人少了啊。一般呢，我们听很多法师讲经头一天给他讲一个讲经的因缘，就算是学义啊。第二天他就接着经文啊，对这些他都不谈了，这也有道理。因为现在人呢，心浮气躁，急着要听经文。你想这个圣门开启这么长，听到一个星期还没听到经文，他着急了，他不想再听了啊。所以现在人连无从学义也不讲了啊。这个完全是适应根性不相同啊。那么我们看第一段啊，教起因缘。教起因缘者，我们看150页第一行，明大教所以兴起之因缘。这个大教就是华严啊。华严是什么因缘生起的？这个要先说说，也就是说世尊说这部经的缘由。这里面分两段，初明大教与净土法门的兴起，第二段呢，在详述本经兴起的因缘。我们看第一段，夫一切法不离因缘，大教之心因缘无量啊，而无量因缘呢，唯唯一大事因缘。事出世间一切法，任何一法的兴起，都不是一个单纯的啊，也就是说因缘很复杂。啊，特别是华严经所说的，他说的详细。无量因缘呢，实在讲呢，只为一桩大事。这是法华经上说的。啊，一大事因缘。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法华经》云：“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呢出现于世。”啊，这一头一句就把它讲清楚、讲明白了。唯以
佛之之见，是无众生。这个一大师因缘就是这一句啊，佛之佛见。传给一切众生啊，事是指示，物是帮助众生觉悟啊，那就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众生迷了不知道了，华严经信其品说如来应供等正觉信其正法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何呢？非少因缘呢，成等正觉出现于世，以十种无量无数百千阿僧祇因缘成等正觉出现于世啊，这就是佛出现在世间啊，是无量因缘啊。无量因缘在哪里说的呢？那我们就要知道这一部经是《华严经》的末路提要，不是全文。那全文龙树菩萨看到的啊，佛说这部经是在成佛的时候啊，示现成佛的时候定中说的。我们凡夫看佛在菩提树下打坐，哪里知道他在那讲经呢？啊，这个入定的时间比较长，一种说法二七日中，那就是14天；另一种说法是三七日中，那是21天。两种说法都有根据。啊，那我们说至少也是14天。定中没有时空维持，所以定中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所以意念呢可以展开为无量界，无量界可以浓缩成一刹那。这个是不思议的境界啊！佛能说的那么详细，说的那么多啊，原本是3000大千世界未成寂，一思天下未成品。龙树菩萨一看，阎浮提众生，我们地球上的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种能力，不能接受，太大了啊！我们中国这条四库全书跟那比，小巫见大巫，差太远了啊！看中本华严有，就好像四库啊有会要啊，会要是四库精选的啊，最精华的部分，只有全书1/3，这提要了，1/3也有500册。
啊，龙树菩萨看到之后啊，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学习，分量太多。最后看下本，下本应该就是我们讲《摩罗提要》了。下本华严有十万颂，就是十万偈。换一句话说，是四十万句，一首偈是四句，啊，印度是这种算法，不管句子长短，只要四句就称为一首偈，就是一个单位，啊。那么华严经分量多大呢？十万偈，啊，就是四十万句，啊，四十品。哎，龙树是这个心，这个，这地球上这众生心，他能学，就把这一部经带回来了。啊，怎么带回来的呢？他在那个地方念诵。完全能够背出来啊，所以华严经传是这个传法的，不是在那里把经书带来，不是的啊，他在那天完全念熟了回来之后再复诵记录下来啊。龙树菩萨是初地，很了不起，我们曾经说过他的故事，三个月把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全贯通了啊，这个意思就说明一经通一切经通啊。所以在今天我们大乘人承认，小乘人不承认，小乘说华严经是龙树菩萨他说的，不是佛说的啊，是龙树菩萨造的，冒充佛说的啊。小乘不接受，我们跟小乘只能讲四十，不能讲五十啊。华严师他不承认，只能够讲阿含方等般若法华，这没话说的，这是佛在人间讲的啊，华严经在定中讲的他们没看到啊。定中讲的谁能参与这个法会呢？都是法身菩萨啊，不是法身菩萨没有这种能力，你要参加世尊定中的法会，也就是你要有这样的禅定，这个功夫你入他定中境界啊，才能参加这一会。所以这一会无比殊胜啊，也是很不可思议。前面这几句《华严经信七品》里面所说的啊，如来应供等证据，这几句话是佛的十号，十号里面的三种啊。我们到后面呢可以会讲到，信其正法，不可思议。这法从哪里生起来的呢？从自信，完全诚信。实际上这一桩事情，慧能大师的报告就一句话啊，他五句话最后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世尊讲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慧能大师那一句能生万法，看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这信其正法不可思议。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跟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时的大彻大悟是同一个境界。啊，那世尊的报告，这个境界是什么样子？他说的详细，就是《大方光佛华严经》啊，是他圆满明心见性的报告啊，说的很详细啊。慧能大师说的很简单，只说了五句二十个字。啊！但是这五句二十个字展开来，就是《大方光佛华严经》。《华严经》浓缩呢，就是这二十个字，不增不减。啊，谁知道？五祖忍和尚知道，不见性不知道，见性就知道。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五句话细说就是这部经，啊，不是我们人，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而且是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际的本子，啊，要把它写成书，我们地球容纳不下。真正不可思议啊，是信其真法。所以这和呢非少因缘呢，少因缘不能成就啊，我们学佛也不能少因缘呢。弥陀经上说得很好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我们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生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是何等的大事，这不是小事啊，哪有那么简单就能往生啊。啊，真正能往生的人，无论他是什么方式，他是光学多闻的，还是根本不认识字的，无知无识的，啊，只知道这一句，啊，知道性愿持名。他真念、真干、真往生了，那是我们在这个世间看到他这么简单，不知道他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啊，积累功德，成就无比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我们不知道啊，啊，佛知道啊。啊，佛一句话交代了我们，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叙事曾经供养无量诸佛，这一生当中遇到这个法门，得到过去无量诸佛威神的加持，所以他能信，他能发愿，他能念佛，他能往生。这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我们看到了，其实不少啊，少了不行啊，少了去不了啊。
啊，所以佛成等觉出现于世，这就是示现成佛在我们这个世界。啊，乃至广说如是等无量因缘，把它总起来说呢，就是一大事因缘，就是为这桩事情。啊，大事因缘是什么呢？为于众生开示佛之见故。啊，就这么一桩事。因为众生迷了，迷了佛之见，现在因缘成熟了，佛看到了，啊，示现佛的身份来给他讲《大乘经》，他能懂，能够启发他的觉悟，啊，就是帮助他破迷开悟，啊，这是什么人呢？上上根人，啊，他听得懂啊。这个上上根人，也是无量劫的熏修，啊，不是简单的，不是一生一世的，一生一世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佛看到这有一些人了，不要说有一些，有一个，他就会实现。那为什么他实现是为这个人的？其他的那些人，那人沾光啊，那旁听的 啊，这一个人听了之后啊，他就大彻大悟，他成佛了啊，就像慧能那样一样的啊，别人是旁听的啊。慧能的因缘很特殊，他自己开悟了，五祖给他讲解上没人旁听啊。我们知道有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人旁听，有啊，我们肉眼看得见的人一个也没有啊。半夜三更只召见他，给他讲金刚经所以确确实实是不可思议啊。那么佛开示，佛对我们呢，只有开示，佛知佛见。那听的人呢，听的人要悟入。开示是老师的事情，悟入是自己的事情。老师开示自己不能悟入，那叫白听了。那老师讲不讲？不讲。老师讲，你一定开悟。啊，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啊，佛讲经学生当中啊，还有不到一半的时候他就开悟了，正果了。啊，就在现前呢！啊，有得小成果的，有得大成果的。啊，像菩萨，有十信位的，有十住位的，有十回向位的，这个都是什么？这都不是究竟，这都是那些沾光的。啊，究竟是明心见性。见心成佛，啊，就是完全其如佛知佛见，啊，这个称为当机呀，啊，经中当机，它就是代表完全接受啊。
夫华严经乃世尊最初创业啊，华严是佛世现成道之后第一部经啊，是他的报告啊，他明心见性，他见到些什么啊，真正叫和盘托出，详详细细为大众做说明啊，不像六祖那么简单，只几句话。啊，《法华经》呢，乃幕后之垂教。啊，《法华》里面所说，跟《华严》是相同。啊，实在是古德了讲这个经。讲这个大乘经，用比喻说，啊，释迦牟尼佛开悟之后，把悟中境界通通说出来，啊，好像有个珠宝商人，把他所藏的东西、珍宝通通展览出来，啊，让大家看，可是人看了看不懂，不识货。那怎么办呢？再收起来，收起来，再拿些小东西逗大家。啊，像玻璃制品啊，工艺工品这个，大家可能很欢喜，这个好啊。啊，这识货了，慢慢找，我还有好。啊，这是比较，慢慢的拉。啊，到最后把真正珍宝拉出来，他才认识。这个比喻也很好。啊，所以你看佛华严收起来了，讲什么叫阿含，这对不识货的人说啊，那个经管用啊，在生活上马上就能用得上，跟我们弟子规感应篇是差不多啊，你看看南传的法句经的分量也不多啊，400多首偈子啊，一首偈4句啊，完全都是跟你讲做人的道理啊，怎么样做个好人呢、啊、怎么样能升天呢、啊、人天佛法啊，里面讲到最高的是真阿罗汉呐、啊，啊，真四果那讲的少啊，讲做人道理讲的多啊，一半以上啊，啊，里面讲的是伦理、道德、因果，啊，也就是净业三福的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是善业。啊，里面内容是讲这些。啊，这就是区分阶段来教学。12年，阿含结业了，接着讲方等。方等好比办中学，前面通小乘，小乘提升，后面接大乘。啊，方等8年，就20年。然后才学大乘经啊，大乘是般若，般若是讲诸法实相了，讲真相了，那就是现在所讲的科学跟哲学。
啊，讲了12年了，是世尊说法的核心呢。啊，最后8年讲法华，就又回归到华严，把华严那些宝藏再搬出来，大家识货了。啊，成真觉。所以《法华经》呢是幕后垂教，自始至终唯为此大事因缘。这大事因缘于令众生开始悟入佛之之间，就这一句话。啊，开始是佛的事情，悟入是众生的事情。啊，你不能悟入，就跟你讲次一等的，再次一等的。啊，不能认真的就不讲真的。啊，一切是与一切众生呢开明本心同佛之见，等成正觉，这等是平等。目的是叫你成佛。目的是叫你同佛之见，行吗？行，因为你本来是佛，你自己不知道。啊，那换一句话说，这一段大意我们就明白了。佛出现在世间，为什么？是找那个根熟众生，帮助他成佛。啊，也就是说，他成佛的机缘到了，机缘成熟了。啊，佛是以他们为当机的。啊，其他的呢？其他都是附带的。啊，附带呀。把他们的善根福德提升，他这一生不能成就，啊，一次一次的提升，啊，到成熟了，你就决定成功了。但是这个地方要知道，往生净土也是成熟。啊，不是成熟就不能往生净土。啊，怎么知道我成熟了呢？我对这个法门我真心。啊，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真正相信释迦牟尼佛说这个给我们介绍的是真的，不是假的。我真正想求生极乐世界。啊，我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我的善根就成熟了。啊，所以我善根成熟不成熟，不要去问别人，别人不知道，要问自己。啊，换一句话说，自己真正放下了。真正把这一句阿弥陀佛当作自己的命根，他就成熟了。啊，260中不离开阿弥陀佛，念念想起。啊，心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不放，把那个心打扫得干干净净。我什么都不要了。啊，不善的念头清除掉，善的念头也清除掉。啊，你一定要知道，不善的念头惹来的三恶道，善的念头招来的三善道，啊，通通是六道轮回的事情，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明白了，善跟恶全清除掉，我通通不要了。
啊，我就装一句这一这个一尊阿弥陀佛，我就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我的善根成熟了。啊，我能相信这部经就是佛知佛见，我对这个经一点都不怀疑。啊，我的想法看法跟经上讲的一样，佛知佛见。啊，拿这一部经，我们齐如佛之见，往生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你就大彻大悟了。啊，像世尊菩提树下所实现的，啊，慧能大师方丈室里面所开悟的境界，我们见阿弥陀佛这个境界就现前，我们就入这个境界了。啊，是开明本性，同佛之见，等成正觉。啊，完全是真实的。再看下面第三段，啊，我把它分成几个小段，我们看解。念老的原文啊，本经信起的因缘呢，一而如是啊。啊，称赞佛土啊净土佛摄受经，这部经其实就是佛说阿弥陀经，玄奘大师的一本。啊，我们常念的是鸠摩罗什的一本。啊，因为玄奘大师是直译的。啊，这样阿弥陀佛，阿弥陀经的唐译本。啊，这里头有这么一句话说：“我观如是利益，暗落大师因缘说。”成地狱啊，这也是阿弥陀佛，不是这个诸佛如来出现在世间，大师因缘啊，上上根人听华严法华，他能够成佛，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有一类根性的人。他听到这部经，真心真愿念佛真往生，那个功德跟那个上师上上根人是平等的。啊，古人有一句话，我们也听得多，也会讲，其实意思没懂。啊，这句话说。为上智与下愚不一，这个不一说，它不会变。为上智跟下愚，上智怎么样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佛了。下愚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成佛了。啊，那我们觉得麻烦在哪里？麻烦就中间呢、啊，中间中国人撑半吊子，上不上下不下。啊，这种人可难度了，这种人要相当相当长的时间。啊，要无量劫熏习成善根。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上上根人跟那个下愚之人，他也是久远劫善根熏成了。啊，熏成在这一生当中呢，没缘。啊，家庭环境好的，啊，遇到有好的这个父母教导他，好的老师教导他，他根性利呀。
有些人生在贫穷家里，从小根本没念书，做粗活。但是过去生中的善根深厚啊，没有引发出来啊。遇到这个法门呢，他真心就引发出来了。一切众生决定有过去世，有未来世。印度讲三世因果，佛法承认。为什么？那些修行人通通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体验的。印度的宗教没有一个不修四禅八定。四禅八定修成了，对于六道就清楚。他有能力见到，上面见到非相非非相天，下面能看到无间地狱。禅定里面没有空间维持，所以看得一清二楚。三世轮回的现象，因果报应的事实，这些人太清楚，太明白了。所以这个根性，成佛的根性，是有两类的人，一类是上上根，一类真的是下下根。下下根的时候对佛，下下根具足两个字，是圆满的，孝敬。这两个字圆满了，下下根也是上上根。孝敬有欠缺，那就没办法了。这下下根人对佛尊敬啊，对佛孝顺啊，圆满的孝顺，圆满的尊敬，他就不怀疑，他就听话，他就真干。你像锅炉匠，地贤法师给他一介绍，他真相信，他不怀疑，真干，就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其他的全没有了。锅炉匠就这个本事一切时一切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老师叫他念累了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你看3年就成功。站着往生，日至时至。往生前一天，他从住了个小庙就没出过门。这一天到城里去看看他一些朋友，那是什么慈心。见最后一次面，他也不说。看看寒暄问问好，晚上就回来了。回来跟照顾他的一个老太太说，明天你不要替我烧饭了。老太太听了不懂啊，听不出来啊，以为师父今天到城里看朋友，大概明天可能有人请他吃饭，不要烧饭了。没想到明天他走了，他往生了。
啊，站着往生。遗体站在佛面前，他站了三天，等他的师父老和尚替他处理后事。啊，站了三天了。我们知道，在《往生传》《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有站着往生的，但是往生之后站三天的没听说过，只有这一个人。啊，我们真的要搞清楚、搞明白，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过滤匠距离我们的时间不远了，地仙法师的徒弟、谭旭法师的师兄弟，啊，是我们的上一辈。距离不远的，啊，就可见，啊，这句话很重要。这个是，这是佛在《弥陀经》上说的话：“我观如是利益，安乐大师因缘，说诚谛语，诚是诚实，真诚，谛是实实在在。”一点都不假，啊，唯独这一类根熟众生，就是念佛往生净土这一类的人，这一类的人多啊，啊，那个上上根人少啊，这一类人多啊，你看，在这个地区成熟了，那换一句话说。佛到这个时间来，最重要的就是两部经，一个是《大方广佛华严经》，一个就是这个经。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第四段，啊，看念老的原文。何以故？在前面是一句问话，如弥陀素超云：“今但一心持名，即得不退也。此乃直指凡夫自心究竟成佛。若能地心，何须遍历三乘究竟堕界？”啊，这就讲到净宗啊，净宗的殊胜呢，殊胜无比啊。啊，我们要相信，这个真的叫难信之法。啊，你看，只要一心之名，你就得。不退转啊！这个不退转里头的含义很深啊！什么意思呢？佛在这里没细说，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只有阿惟越智菩萨才不退呀。啊，往生就是阿惟越智菩萨。那此乃直指凡夫自性，究竟成佛是走这一条路子去成佛的。啊，这条路子呢，最关键的一句话，就若能地性，就这句话，
这个他难行之法了。地心是真心，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他真心啊！你能真心，是何须遍历三尘？你不必经过啊，声闻缘觉菩萨这么多阶级，费事，时间好长啊！你看，真的虚脱还苦啊，得位不退了，还没出六道啊？什么时候出六道？天上人间七次往返，才出得了六道轮回啊！他在这个世间，他绝不堕三恶道。人间寿命到了升天，天的寿命到了又到人间来，他就这两道啊，七次他就证阿罗汉果，就超越六道轮回。你看这个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多长时间？你现在念佛的时候不过三年吧？三年你就证得阿惟越智了，他这个七番生死才证得阿罗汉呢，距离阿惟越智了早有早智了。你说这个路多长？而且这种修行的时候，每一个阶层都有很多障难，不是一帆风顺啊。你要经历多少次的考验呢？哪有念佛这么简单呢？这么容易啊？啊，这个法门，记住地贤老和尚那种方法，妙绝了。你念太自在了。你看，念累了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再念，不分昼夜。你看你多自在。啊，地老和尚是给他一个祝愿，是真大的帮助啊，让他住在那里修这个法门啊，早晨吃东西自理啊，中午晚上呢有一个老太太老佛教徒替他烧饭，替他洗衣服啊，他什么都不要干，就是念佛啊，三年成功，真正报答老太太护持的恩德啊，没辜负他了。这老太太真做了好事啊！啊，送一个人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啊，这真正护法了。啊，修行人没有辜负他。啊，没有辜负老师，啊，老师是地仙老和尚，替他这样的安排，啊，给他这样的祝愿，啊，三年有这样殊胜的成就，啊，我们看到地仙老和尚这两句赞叹，赞叹到无以复加。啊，赞叹的你成就了啊，稀有难得了，天下红宗言教的大山之石比不上你啊，啊，名山宝刹的方丈住持也比不上你啊，名山宝刹住持是佛宝，没你佛宝大。红宗言教的大善知识，只有智慧。你看，一个佛宝，一个智慧。啊，红宗言教大善知识，智慧比不上你。啊，名山宝刹方丈住持的佛宝比不上你。
智慧福报圆满的就做佛去了。这个例子我们要记住啊，我们要向他学习，这是我们的典型，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模范。哎，你看看学佛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容易啊，不需要遍历三尘，不需要九经多戒，他只要不越一念，你就记住，就是一念，不要有第二个念头，这一念就是阿弥陀佛，顿证菩提，岂非大事？这不是大事因缘吗？世尊为这一类人啊，大事因缘多次宣讲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无量寿这一回讲得很详细，很清楚，很明白啊，弥陀经无文字说，说得简单。接着往下看，可见净宗正是直指顿真之法啊，这一句要记住啊，这就是这个法门超过一切通途法门啊，它是属于直指，直指就跟禅宗一样，直指人心啊，顿证它不是渐修的啊，很快就能证得。一念佛心入佛之间你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心就是佛，佛就是心，你的知见就是佛知佛见啊，你在这个世间没死了，全放下了啊，别人问什么阿弥陀佛，你就是入佛之见了啊，问你什么都是一句阿弥陀佛，没有第二句回答下莲居老居士同一个时代大陆上有一位慈州法师，也是一位大善知识啊，他持戒，戒律非常精严，也留下不少著作啊。那么我们听说这个人在世的时候，他专修念佛法门。你问他禅，问他教，他回答你就是一句阿弥陀佛，给你笑一笑，不多说一句话。啊，为什么呢？说别的话全是废话，你听懂了是废话，听不懂也是废话。哎，给你一句真言，阿弥陀佛是真话，
这不是废话。啊，帮助你在你不相信，帮助你阿赖耶识种个阿弥陀佛种子。这是什么？慈悲到基础啊。没废话了。啊，敬重之心起呢，正由此大师因缘也。大师因缘先说释迦牟尼佛出现，为什么？啊，这大师里头又生出一个大师，就是净宗。啊，净宗能够普度末法9000年以后的众生，越往后业障越重，越辛苦，但是他的善根福德没有磨灭，这个经能够把它引发出来，他就能信、能愿、能念佛，就能往生。这是什么？末法里头的真法了。独留此法，此法能帮助人成佛啊，其他的方法不行啊。下面呢，详明本经兴起之因缘。啊，第一小段里头，称心即谈，如来真如。啊，念老注解里头说：“华严、法华，均圆顿称心之教，但其归去，却在本经。”啊，华严经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记录啊，这是很明显的例子啊。念老在此地引要解的话说，欧耶大师啊，欧耶大师赞本经云。欧耶大师所赞的是阿弥陀经，阿弥陀经跟这部经是同步啊，阿弥陀经做小本，这个经叫大本，所以赞弥陀经就是赞无量寿经啊，它是一不是二。啊，欧耶大师说，绝代圆融，不可思议。啊，绝代就是绝对的，不是跟你讲相对的，绝对圆融。这个话意思，深广无际呀。华严奥藏，奥是奥妙，啊，藏是密藏，法华密髓，啊，大乘经里是以这两部经为最主要的一乘大经。
啊，《法华上讲，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啊，那么由此可知，佛出现世间，主要就是讲这两部经。啊，戒上上根人，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恨之死难，皆不出于此也。啊，这个词就是《无量寿经》啊，《小本阿弥陀经》，故本经称为称性之基坛，啊，基是到基础了。其他大乘经称性没到基础，只有这一部经到基础了。为什么？只有到基础，啊，只有绝代圆融，他才能普被三根，就是无论什么根性的人，只要能信能愿能念佛，通通的往生。人行出生也行，恶鬼也行，地狱也行，啊，只要你能信能愿，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个个往生，个个平等成就，这才叫圆融啊，绝代圆融啊！啊，不然不能成绝对圆融。啊，所以诸佛之心有。菩萨万恨之死难，啊，这死难就是指真呐，指南针呐，指出一条方向啊。你要循着这个方向，没有一个不成佛。啊，是故本经称为诚信的祭坛，这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我们接着再看第三段153页第五行，又这日本道隐法师与所著《无量寿经真解》啊，这是他著《无量寿经》的经题，啊，《无量寿经真解》，这个里面说：“无着无实，无着之实，造物之实，甚道一种，今时难修啊，其难非易了。”这是我们现在遇到的。佛教在中国唐朝时候有十个宗派，到宋朝时候只有大乘八个宗，啊，小乘两宗啊没有了，啊，陈时跟居士，啊，只是留下历史上的名称，实际上都没有。从唐朝传到日本，一共13个宗，
是这些日本大德回国之后建立宗派。那么我们到日本去，多次去观光旅游，讲经，我们了解了，现在正法没人修学了，其难非易，我们看出来了。特此一门，致远之等。而且尤其简易直接，可是现在也没人修了。什么原因呢？没有人讲经了。我认识一个年轻的法师，中西随公，跟我很熟。那么他是日本佛教大学的校长，我盼望他出来讲讲啊。他也同意，但是现在还没开始啊。难得这次发心，他尽了力了，把日本古大德《无量寿经》的注解收集起来，印成一套。《无量寿经》的集解，这个工作正在进行，我们准备印1000套。总共大概将近30种，现在收集的将近20种量，尽量在收集。这些日本大德都是沉船中国，善道大师、永明延寿大师，这些经宗大德，他们所传的法。希望将来能在日本再发扬光大。我们应当要帮助他，不帮助他，他很困难。日本的佛教大学我去看过，他们不是以教理教义为宗旨，二是以佛教历史，研究佛教历史，把佛教当作一种学术来研究。当作一种哲学来看待，所以它变质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世界佛教有6种不同的形式。在日本是宗教的佛教，学术的佛教。现在讲经教学没有了。讲经教学只有在大学，佛教大学。佛教大学讲经教学不是研究教理，不是指导修行。所以其难非易，这句话的意思深长。
啊，难没有法子修。可是这有个特别法门，这个法门不难，对，特此一门，至圆至顿。啊，先把这一句告诉你，圆是圆满、圆融，智是到基础，圆融圆满到了基础，到顶级，而且又极顿，顿是快速。啊，有这么个法门。啊，而且尤其呢，它又简单容易，而且直接闻到。啊，不拐弯。这出世之正说，偏在四经。啊，四经就是直、无量寿经。一代所说归于此经，如众水归于大海。啊，这个确确实实是善导大师的学生的啊，接受善导大师的教诲，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最后都归无量寿，都归净土。啊，如众水归于大海，无量寿经是大海。佛说其他一切经都是江河。啊，江河的水通通流到大海。有时言之，百万阿僧祇因缘一起的法华，一大师因缘已成的法华，啊，华严，华严跟法华，一唯唯此法之有序啊。这一句话说得太好了。啊，这一句话好像梅大师的序文，这长序上引用了这一句话。啊，就是华严法华，亦唯唯此法之有序。啊，有序是引导的意思，通通引导到无量寿。啊，我学净土的缘，就是从《法华》《楞严》《华严》啊，读这些经典，发现文殊普贤啊，自古以来这些我们知道，一些大菩萨没有一个不修净土。没有一个不念佛啊，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啊！盖为华严法华念经呢，只是本经之导引。那本经呢，正是一大藏教之至归也。这个话绝对不是修净土人自己夸大。啊，自己赞叹自己，
如果我们这样想法，我们的善根就断掉了。我们这一次成佛的机会就丧失掉了。啊，也证明了这一部经确确实实是难行之法。啊，什么人才相信呢？佛说的虚实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啊，今天遇到得无量诸佛的加持啊，帮助你，你能信，你能解，你能发愿，你能修行啊，不是无量诸佛加持你，你做不到。啊，能不能在这一生成就，完全问自己，不要问别人。如果你真信、真愿、真念佛，没有丝毫怀疑，你真能放下，你就决定得生。啊，问别人是多余的。啊，花言金木。普贤大师十大愿望，道归极乐，十七明证呐、啊，啊，真正的证明啊！啊，下一段引用《楞严经》上所说的，啊。圣教如赞叹，片片皆相啊，法法圆等，本无高下。啊，这个道理要懂。佛在《金刚经》说过，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这是真的。任何一个法门都能帮助你明心见性，都能帮助你证入如来地。但是什么？众生口中长神，心粗智劣。高下从这分了。我们的习性、本性相通啊，习性不相通啊。习性差别太大了。啊，狗众是讲染污。啊，心不清净，染污啊！啊，障身，障是障碍，烦恼障、所知障，两种障碍。啊，障碍身，于是心粗，智劣，没有智慧。现在人有知识。没有智慧，啊，知识是一种偏见，智慧是圆融，啊，所以知识解决问题，往往都有后遗症。不能真正解决。啊，带来很多麻烦。智慧不然，智慧解决问题，一了百了。
只有智慧的人，有德行的人，心思细密，大修行人，表现得柔软呢，娴熟过世的还原观啊，列举四种心得，古代修行人都能够顺从啊，随缘妙用，啊，随缘我们知道，妙用不知道。啊，妙用是不着相啊，就妙了。放下妄想分别之处，这个用就妙了。这个高啊，我们今天念佛人的妙用，就学慈州法师，人家问你什么，阿弥陀佛啊，笑眯眯的回答他，阿弥陀佛，妙用啊，这一句话意思无有穷尽啊，让他慢慢去细究，其味无穷啊，就打一句阿弥陀佛，其他的话统统没有，这真妙学会了怎么就真干他、啊、这比喻啊，鸡与王善而不能参啊，饥饿了，遇到什么？遇到过往吃饭，过往吃饭呢，有一定的规矩啊，有礼节，你什么都不懂啊，你只能在旁边看，你边都沾不到啊。那是借凡夫心开佛之心，至于跟其前者，但能至心信要，愿生彼国，乃至生念，临命终时，蒙佛摄受，便生极乐。那这个法门多殊胜。啊，这部经心愿持名是一心道，什么人都能修，连锅炉匠都能修啊，修无私是个水泥水匠出身，什么也不懂，又不认识字啊，他都能够预知识之，自在往生。大师之圆通章曰：“净念相继，自得心开。”啊，借凡夫心开佛之见呐、啊，这自得心开是开佛之见。啊，只要你能够净念相继，啊，净不怀疑，不夹杂，这叫净。
啊，念就是念一句佛号，相继不能中断。啊，地仙老法师教的那个，那就是相继。啊，念累了你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叫相继。啊，所以一点压力都没有。啊，身心都无事，有事就一桩，就是念佛。除念佛之外，没事，什么都不想，生活随他去吧，样样都好，没有一样不好。你们能吃的，我也能吃；你们能穿的，我也能穿，什么都不要讲究。这就是随缘。心里只有阿弥陀佛，没有其他的第二念，这就叫妙用。啊，那大师至这个圆通章的开示全落实了。啊，菩萨说：“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见佛不见佛，不要去打妄想，用不着打妄想。为什么呢？你真正把道理搞通了，你这一声佛号跟阿弥陀佛它就相应了。啊，我们这信号发出去，阿弥陀佛立刻就收到了。啊，收到了，他有反应，是吧？我们有感，他就有应。啊，他的应有显应，有明应。啊，明应，我们自己没有觉察，也就是佛已经在加持了。很多疑难问题都帮助你解决了，你自己不知道。啊，显应是你自己知道。啊，什么时候会显应？心思熄灭了，你就知道了。啊，明应你也晓得。这个心粗、意乱的佛的明应，你不知道。啊，现在人大多数心浮气躁啊，心思很乱的。啊，换一句话说，他身体不好啊，毛病很多。啊，身心不健康与念头有密切关系。啊，最好的念头是没有念头。啊，没有念头难。所以佛慈悲，给你加一个念头，阿弥陀佛。除一个这个念头之外，不要有别第二个念头。啊，这个念头要保持，到极乐世界也不舍掉。为什么？因为它好，它是自己的真如本性。所以念阿弥陀佛就是念自性。啊，念念回归自性。哪一天真的这一念断了，自信现前，
你的功夫圆满了，到家了。所以，纵然是根气很浅，像郭罗江这种人，像修无私这种人，根气很浅，他能够至心，就真心相信，真心喜欢。啊，愿生彼国，啊，乃至生念，临命终时，佛都来接引，他就往生极乐世界去了。啊，花开见佛，悟入无生，奇妙极解，莫过于世。这太妙了。太稀奇了，太微妙了。啊，是一切人意想不到的。啊，一切众生由此得度，十方如来乃成本怀，十方如来念念是帮助众生成佛。帮助众生回头是岸，这个方法最巧妙、最直接、最快速，啊，最圆满。啊，就是没有人讲啊，啊，有些人在讲。没讲清楚，没讲明白了。啊，我从小，这是父母调教的，啊，养成了个细心，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认真、负责任，啊，很谨慎，很小心。如果很早我听到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我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啊，我听过无量寿经，听过弥陀经，没讲清楚，没听明白。啊，所以经一定要细讲。啊，当然，过去讲经，机缘很少，寺庙里头不讲经。啊，我初学佛年轻那个时候，60年前，啊，寺庙里头，大的寺庙，一年可能有一两次讲经。时间呢，一个星期，啊，好像点缀一下。啊，我在善导寺讲过经，在台北法华寺讲过经，啊，他们邀请我，但时间都短，啊，法华寺讲的时间长，大概一个月，讲地藏经。啊，善导寺一个星期讲普贤行愿品，啊，所以很少人讲，不容易听到。啊，张家大师劝我出家，我在台湾一个人。没有家累，啊，张家大师知道，啊，说我出家最合适，啊，劝我学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
一生讲经。啊，从30岁事先开悟，开悟之后就开始讲经。啊，讲了49年，79岁圆寂，没有一天休息。啊，我在经典上看到释迦牟尼佛的生平，我也很喜欢。这个是好啊，为什么呢？教学相长。师子道合啊，只有教学这个方法能让自己不懈怠啊，天天要准备功课，天天要提出报告啊。我讲经教学的心态，我不是老师，我是学生啊，听众是我的老师，是我的见学，我学了，向你们提出报告。啊，请大家帮我改正。啊，一直都是这样的心态。因为真正讲经啊，是要开悟啊，没有明心见性呢，不能讲经啊，你会把经讲错啊。啊，李老师劝我讲经，我不敢上台。啊，自己实在太差了。讲经是诸佛菩萨的事业，是有真修真修行真正开悟了大善知识的事业，我哪有这个能力。老师说话说的是没错啊，但是现在没人讲了，我们讲做一个抛砖引玉吧，啊，这个道理。啊，没有人讲法就灭了，那讲怎么讲法呢？所以老师教给我讲注解，错了，错了是注的人他错，我没讲错啊。这句话呢，引起我的信心，也引起我的兴趣啊，我们讲注解啊，决定不能离开注解啊，一意不一语啊，意思完全吻合，言语没关系，长说短说，深说浅说都行，只要意思没讲错。所以设方如来心愿呢，就是希望众生早一天成佛，早一天脱离十法界。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